听我，求你拯救那仰赖你的仆人。我的天主，求你怜悯我。上主，我整天呼求你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今天读经是保禄他致信给帖撒罗尼人前书。那他一开始他称赞这个团体，这团体在信仰生活上，在信的爱的望的，他们真的是把这些放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生活好，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影响了其他的人，甚至马其顿人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，也受到了影响。在我们的每天信仰生活也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生活，也是希望我们的信仰也可以影响到别人，带领别人来到耶稣跟前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，爱慕你的戒律，期待你的恩许。虽然出生于变幻的尘世中，而能借身自豪，一心向往天乡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帖撒罗尼人前书。保禄、席尔瓦诺和茂德写信给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帖撒罗尼人教会，愿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。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，在祈祷中时常纪念你们，在我们的天主父前不断地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，因爱德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韧。天主所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知道你们是蒙召选的，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仅以言语，而且也以德能和圣神以及坚强的信心。正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当中是怎样为人，因为主的圣德从你们那里不仅传遍了马其顿和阿哈亚，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，所以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了，因为他们传述我们的事
说我们怎样来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，皈依了天主，要侍奉永生的真天主，并期待他的圣子从天降下。这就是天主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，他要救我们脱免未来的震怒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。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。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，在圣名的集会中向他祝贺。愿以色列因他们的创造者而喜悦，愿西庸子民因他们的君王而欢乐。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，愿他们舞蹈赞美他的圣名，愿他们击鼓弹琴向他歌咏。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，把胜利赐给谦卑的人。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，愿圣徒在所受的光荣中喜乐喜庆，在床榻上欢呼高咏。愿他们的口充满颂扬天主的歌声，这是他所有圣徒的光荣。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我的羊，他们也跟随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说：“灾祸！你们经师和法利赛伪君子，你们给人关闭了天国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。活在你们经师和法利赛伪君子，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，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，因为你们必要受更重的处罚。活在你们经师和法利赛伪君子，你们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使一个人入教，等他归依后，你们却使他沦为比你们更坏的地狱之子。活在你们这些瞎眼的乡道，你们说凡侄子圣所所提的事是不算数，但是侄子圣所的金子其事就该遵守。你们这些又糊涂又瞎眼的人啊，究竟是金子更贵重，还是那使金子成为圣物的圣所更贵重呢？你们又说，谁若侄子祭坛其事，可以不算数。但是若侄子祭坛上的公物其事，就该遵守。你们这些瞎眼的人啊，究竟是公物更贵重，还是那使公物成为圣的祭坛呢？所以，凡侄子祭坛其事的，就是指着祭坛和祭坛上的一切其事；凡指着圣所其事的，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圣所内的上主而其事；凡指着天其事的，就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
上主启示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好几次在举行婚礼弥撒，举行婚礼弥撒之前，大概是前一天或是晚上，新人军新人他们就来要排练。他们在排练的时候，我们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就是要安排新郎新娘他们应该怎么进堂，他们应该怎么走路。那新郎先进去以后，新娘要进来的时候，他爸爸应该是在右边或是在左边，要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走路，右脚脚左脚右脚，或是左脚上来以后呢右脚就是放，以后呢在左脚上去。所以我们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以后呢听到教友他说，哦，你们一定要练好哦，因为这个是非常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你们要进堂是要怎么走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后来我看了久了之后，后来有一些人要来结婚，他们在问同样的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走，我们要那个父亲在左边或是在右边。我说这个为我来说一点的都不重要。对，你们要怎么走进来，父亲在右边在左边，你们是先右脚或是左脚往前来，只要你们来到祭台前，这个是最重要。重点是你们来到祭台前，重点是在婚礼的盛世里面，就是你们两个人彼此的承诺，这个就是盛世。两个人彼此承诺是盛世，其他的是次要的。在我们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福音，在后段讲有关启示。耶稣说，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说，如果你们要向你们要指指圣殿、圣所启示，这个不算数。但是如果你们指指在圣所里面的所有的金子启示，这个才算。耶稣也说，这些法利赛人说，如果你们向祭坛启示，指指祭坛启示，这个也无上数。那如果你们指指祭坛上面的公物，这个才是算。这个就是耶稣就看到了，这个就是很奇怪。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忘记了主要的重要的是什么，还有次要的是什么。他们把这个婚要的，把本来是没有这么重要是次要的，把它放在重点，在重要的位置上。本来我们要尊敬的就是天主，但是他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圣所里面的这些装饰品，金子就是可能是拉，可能是烛台以金子做的，就是这些就是装饰品，忘记了哪一个是重要。他们看到祭坛上面，为他们来说，这个祭坛上面的他们所奉献的这些牛羊啊，这个才是重要，而不是祭坛本身。但是自身圣所里面，那个圣所里面的重要的就是这个祭坛，就在这个祭坛就是一个神圣的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如果你们要看到这个重点的不只是这个这上面的祭坛上面的这些肉，而是整体的祭坛上面的祭物，还有祭坛本身。所以从这里看到了耶稣刚才他所指责这些法利赛人，我们也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把次要的放在主要的位置上，
我们在每天的在我们的职场上，在工作上可能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需要要静下心，要看看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可能也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列出来哪一个是重要，哪一个是次要。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，我们常常说天主是在万有之上，当然是天主是主首位，以后呢下面的应该是人的眷恋，在下面是其他的事情，我们的财产呢，车子的房子，这个是在下面，但是人的尊严是在天主的那个下面，最重要就是天主。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要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看哪一个是重要，哪一个不是重要，哪一个我们可以抓住，哪一个可以放下，而不是颠倒把次要的当作主要的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非师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听复活主此生说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恳切招呼整日不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为你
饱受痛苦忧伤，为你舍命十字架上，苦悲经常追在代偿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。